抬起来，让人家看到你们斗志嘛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从现在开始，注意听我口令，准备开始就要动了哦。对我今天情绪都比较大一点，就对我来讲，他们都是我的小孩，很抱歉没有办法让他继续在我们黄队。500块，谢谢。这么严格啊？对，我们一分钟500块。看我刚拍，我哥应该不会这么严格啊。500。怎么没有？就是有钱的。哇！不会抓卡。哥，不会犬哥，但是学弟吧，进。我打电话给犬哥一下。几点呢、啊？喂，敖犬，几点了？我们集合时间几点？敖犬，哎，敖犬哥，那个你在哪里？停车场那个目的地，它附近有一个那个地下停车场，你去找一下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在那边等你哦。好 ，OK， 犬哥，拜拜。耶！犬哥早 ，Let's go baby。犬哥早，老舅。我去。不好意思，全乐，500块，谢谢。这么严格吗？对，我们一分钟500块。我哥应该不会这么严格啊。怎么没有？就是有钱的。不会刷卡。来，我在猜想红队、蓝队应该会找跟我年纪差不多的。结果我刚刚猛一问，你知道我们是三只狗吗？我们有属狗，有属狗，有属狗，但我们大他们一轮。嘿，耶秀！阿西拉 baby。有点在怀疑，就是制作单位是不是希望节目可以更好看一点？因为现在黄队好像领先很多吧，我哥。还好 ，OK。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要让就是每一队平均一点，所以才找我来。然后想说，我在猜想红队、蓝队应该会找跟我年纪差不多的。结果我刚刚猛一问，你知道我们是三只狗吗？我们有属狗，有属狗，有属狗，但我们大他们一轮。我是觉得完了，我是被弄了。然后后来就是，我在来之前呢，一直在收集情报。然后因为我的那个棒棒糖队员有来过三位，小玉跟钱姐嘛，也跟过那个小杰哥，然后小杰还有王子。然后我来之前呢，我就问他们说，到底全明星运动会好不好玩？他们就说，小玉就说，我建议你们去买保险，不要买醋。我想了一个礼拜，但是我觉得对，然后又想到一些过去的一些新闻，对，然后就觉得前面很怕，然后毕竟这个年纪也没有常常大运动了，然后我就跟我妈就说拿那个家宝，我就来了。太扯吧，犬哥开完记者会就来练习，太扯吧。我们要欢迎我们犬哥，你帮他准备了什么？因为我们是黑脚。噔噔噔噔噔！我有你们这些黑脚新团员啊！因为我们是黑脚，嘿，耶秀！阿西拉 baby 啦，青菜了，好的，来。Allez, one, two, three. Asia Baby! 因为我们是黑甲 One, two, three. 黑甲自我介绍一下。那个我是黄队的红尊，我想加入黑甲。我要得做个坚定。来。坚定。需要吗？做人要坚定。
坐下来。对，跪着，跪上，到跪着，加上去，加上去，加上去。哇，哎，是是是。正面，转正面。好，三、二、一，欢迎加入黑脚。Yes。欢迎。